曾经担任 AIA、普拉纳多等游戏企划的 K 社知名剧本与作曲家麻之准，暌违13年的全新 RPG 力作《Heaven Burns Red》将要在手机上推出喽。故事讲述了地球因为神秘生命体 Cancer 的袭击，人类的生存已经面临岌岌可危的困境。幸好在关键时刻开发出了能够有效击退敌人的新兵器炽天使。然而能够操作炽天使的人都有一项共通点，那就是每个人都是具有某种才能的少女。故事将以这群被寄托最后希望的少女们为中心展开，以逐日推进的方式进行游戏，并且会制作出角色们日常的生活地区。我们能够在广大的地图中执行许多活动，像是和喜欢的角色共度时光，一起念书，进行战斗训练，或是商店购物。战斗系统则是采用向角色下达指令的回合制模式，能够使用 SP 发动各种技能，伙伴之间的联系也将成为胜利的关键。可以看到少女们轮流向敌人攻击的华丽战斗场面。游戏目前已经在日本展开事前登录，预计2021年内正式推出。究竟会不会有打棒球和胃痛剧情，就等推出后再来见真章咯。